那个你问这一题太难了啦，但是对小学生，但是我还是算给你看的啊。他说这个题目怎么样？他说假设哈 ，f(x) 是一个函数，它是 2x 加上 x 乘以 x 加一乘以1/2，求从 f 从一哈，就是说这个带一一直加，带一直到15等于多少？这个哈，这一题其实这个算过了哈，这。啊，就 solve S O L V，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写了，好像 S 很多人都写这样，很帅，对不对？就 solve，就 f x 等于这样，那我们就把它拆成这一个部分跟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两个部分可以拆哈。那前面这个部分呢，是二一，就这是一个等比数列的。那后面呢，这个是有技巧哈，这个有数学学问，这个就一乘二，二乘三，3乘四，5乘16啊，这个叫做。也是一个数列，这个什么数列？反正就是有规律的嘛，对不对？下面就是 n 乘，就是 x 乘以加一嘛。那这个两个我都很熟了哈。这 a 就是等比数列，等比数列就是，假设这是 a 的话，你就叫 2a。那 2a 的话就是每一个乘以二，就本来是二的一次方乘以二，二的二次方乘以二，加二十三次方，加二十五次方乘以二，就是二的二次方加26次方。所以你看这个 2a 跟1a 相减呢，就是这个对消啊，你看，这个消掉这个二，就消掉这个，那这个消掉这个，那一直消，一直消，一直消，就剩下最后的跟最前的，没有办法消掉，就是16次方减21次方，所以 a 等于二的十六次方减二，那这个乘起来26次方啊，就把它拆成二的10次方是1024嘛，6次方是64。就第一次我算错哈，减二，减二就是减二的一次方，这算起来是65536减掉二，这二是这个二，等于65534了。那 b 呢 ？b 这个也是一个技巧哈，就刚好就1/1减2/1，减2/1减3。你看这个通分就是1乘2，它相减了。这个是一个，这个其实没有学过，这是技巧哈。这一题其实是一个技巧，这个就算过就会，不算过就很难了哈。那一直减就16分之15。所以数学哦，到底是纯科学还是我觉得有模仿的那个味道，好不好？所以努力还是有用的。所以答案就是，你看这个是 B 的答案嘛，B 的答案，那就是 A 的答案。而且就65534，16分之15。Answer，这答案我看过是对的。我这题，哎呀，这怎么说？不